防范疫情，先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推出集结官方数据制作出来的全球肺炎疫情地图，但是语言使用的是全英文。逢甲大学呢为此呢开发了台湾版本的战情仪表板，同时间还放上了特约药局资源线上查询平台，还有口罩地图连结等资讯，方便大家掌握最新疫情。去点击说，我想知道这个部分中部大概病例是如何，跟北部的病例。点开网页，台湾地图上就可以清楚看到武汉肺炎在台湾的确诊案例，还有累积通报病例等数字统计。不止如此，就连31号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在基隆港停靠后，旅客所去过的旅游景点都用白色地标清楚标出来。疾管署他所发布的市井，就是公主游轮的旅客曾经下船过去旅游的景点哦，所以其实点进去，他可以看到这些地点的这些地点的名称。用图表视觉化呈现台湾整体的确诊病例，这是逢甲大学所开发的台湾版疫情地图，堪称台湾的战情仪表板。这个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制作一个全球版，那我就想说未来制作一个台湾当地的版本，可以让各界跟网友去参考说，台湾整个疫情地图发展的一个趋势。武汉肺炎疫情延烧扩散到全球，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收集各大疾控中心的数据，打造全球即时疫情地图。但因为语言使用都是英文，逢甲大学的教师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资料开发台湾版战情仪表板，同时还放上特约药局资源线上查询平台及口罩的地图连结等，整合各种疫情资讯，让每个人都能轻松掌握最新的疫情状况。记者江志乃、林佳颖台中采访报道。